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吃啥子？吃这个重庆的3两豌杂面。这个呢，面不分大小啊，只有2两跟3两，不晓得你能变成啥子叫的。然后就买了点小炸串。话不多说，走，先把这个面和一下。哎呀，受不了，开吃，先来一口面。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哇！